常简单啊，就是把这个跟这个组装，再跟那个组装，再把这些个都装一起就 OK 了。卢老师，你说的这个那个都是哪些个呀？不就是这个那个跟这些个吗？你要是这么说，大家伙容易听不懂。大家听不懂吗？能听懂。不可能啊。这个、那个、这些个，尴尬不？尴尬。下课。有事儿啊，卢老师，我想让您给我补补课。这个同学，你看啊，老师呢工作量还很大，工资也很低微，老师也需要休息。是，我知道，但是我是真的想学。这么好学？那我先测你一下啊，老师先摸摸你的底。学校操场有一个黑色的大众右前轮，去把气放了。放气儿？咱们不是搞汽修的吗？你要不放气，我就放气你。你等着我啊！吕老师，这么巧，有事儿啊？没事儿，就是想找你学学厨艺。没戏。哎，吕老师，你的轮胎没气了，不过没关系，我帮你修，我特别会这个。不用了。没事儿。我跟你说了不用了。为什么呀？这又不是我的车。我让你放气，你放了吗？放了呀。那咋还开走了呢？我放的是这辆车。校长的车你敢放？啊？你给我放放气儿得了。不是，我错了，卢老师。你要不敢给我放气儿，来。我给你打打气儿好不好？我给你打打气儿好不好？卢老师，我错了，卢老师，我错了，我错了。别跑了，哎，跟你开玩笑呢，犯错不是很正常吗？我跟你说点事儿，来，我跟你说点正经。还是觉得上节课呀，有地方我没说明白，就放个气儿都不明白，我操！舒服吗？嗯。还有更舒服的？嗯。想要吗？今天没空啊。好了，亲爱的。啊去！跟你说多少回了，在外面比赛的时候要叫我师傅，你是听不懂吗？对不起啊，师傅。行了，来，来，亲师傅一下。我靠！你他妈修个发动机修那么快，擦个鞋怎么擦这么久啊？好了，完了就好。
去。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知道。你最讨厌别人骗你。没问你，我问你呢。您最讨厌别人骗你？错，我最讨厌别人盯着我的女人看。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嚣张吗？他是天才与美貌的化身，天使与魔鬼的合体。4岁就能分辨出60多种发动机的声音，7岁就能完成103道菜肴的烹饪，10岁就能开着挖掘机穿越西藏无人区，曾就读过蓝岭殿堂级的学院蓝翔技校，厨艺、汽修、挖掘机科科满分毕业。无数明星、模特、名媛、名妓都幻想与他鱼水之欢，他更是不负他们的所望。他就是挖掘机之王苏仙月之独子，蓝岭集团的执行 CEO， 未来的掌门人，3届蓝岭之王的冠军得主苏子豪。现在你们明白了吧？我爸是蓝岭集团董事长苏仙月，而我呢，是3届蓝岭之王的冠军，又是本届大赛的评委会主席，所以他们想要拿冠军，就必须得把我当神一样敬仰。因为我说谁是冠军，谁就是冠军。当然，这还多亏了一个人，我爸爸的得力助手熊叔，是他帮我安排好这一切，扫清了所有的障碍，所以我没有道理不嚣张，所有的人就应该敬仰我，崇拜我。本次蓝岭之王大赛挖掘机比赛马上开始，大家看我身后挂着许多的气球，两位选手将要驾驶挖掘机来到这里，谁率先扎破更多的气球，谁将获得本次比赛的冠军。当然，我们今天更荣幸的是请到蓝岭之王大赛的评委会。挖掘机最讲究的是什么？是挖掘。那为什么会是挖掘？当然是挖掘了，难道是鸡吗？那么挖掘机的核心是什么呢？人机合一。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人机合一呢？首先，你先得是个人，其次，你得有一台挖掘机。精品。请苏子航先生来为带进选手颁奖，我们掌声欢迎苏子航先生。带进选手，谢奖杯啊！你不配给我颁奖。你说什么？我说你不配给我颁奖，你也配叫蓝岭之王？你不就是有个好爹吗？你是不是吃错药了呀？代替选手似乎对苏子豪先生的颁奖产生一些情绪啊。你根本就不配做评审，因为你不会开挖掘机。我说的对吗？你不光不会开挖掘机，你也不会汽修。我问问你，这是什么？说呀，这是什么位置？苏子豪先生，用你的专业知识告诉他那是到底是什么？给我闭嘴！好，那我问你，这是什么？OK， 这个总知道吧？这他妈傻子都知道，用你说呀？我问一件事儿，你也不会烹饪。上届比赛你做的是什么？啊，秘制麻辣小龙虾，对吗？香了，麻辣，香了，麻辣，香了，麻辣，那他妈是我给你做的。哎，代替选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至少装小龙虾的塑料袋是苏子豪签下字迹。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大家知道苏主席为什么不会烹饪吗？因为他有严重的油烟过敏症，根本就无法接近油锅。我说的对吗？嗯，你要是能把油给我烧开了，我就算你赢，我就给你擦鞋。我不跟你们说，我的律师会来找你们。哎，苏主席，当着观众的面把话说清楚嘛。我靠，你居然敢动手！现场到底怎么了？子航呢？苏董，你儿子可是自找的，你还是关心关心你自己吧。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呢？谁是烂人？我告诉你，你知道我爸谁吗？我爸叫做苏千月，带进他就是个屁。兰陵之王决赛丑闻导致兰陵集团股价大跌，董事会表明已接受收购计划。董事长苏千月疑似旧病复发，重度昏迷，情况危急，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详细情况请我台记者明天见报道。我们尽最大努力了，到目前为止，苏先生没有任何言语和思维能力。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知道我爸谁吗？挖掘机之王，他不可能倒下。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好好给我治我爸，你信不信我开了你？苏子航先生，你现在这种情绪对病人没有任何好处。啊，大夫，大夫，大夫，我错了。我求求你，你帮帮我爸，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苏子航先生，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们尽最大努力，也希望你别太难过。爸，你是不是累了？你要是累了，咱们回家休息，咱们不在这睡。爸，你醒醒吧。爸，爸，你不可以丢下我，没了你我怎么办？你儿子受欺负了，你管不管啊？爸，哟，走，怎么还跪下了？师傅，你的新发型还挺合适啊。你们熊小松，我爸对你不薄啊，还有你们，我亏待过你们吗？你认为呢？熊叔，有必要专程来看这条丧家犬吗？这话怎么说的？我和苏董这么多年的朋友，再说这集团也归了我们了，不来看看不合适吗？哎，看过了，很好，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大侄子，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来找熊叔。
不是苏子航吗？哎呦，就是他，还真是这个垃圾呢！你看他的狗啃头样，哎，你给我拿走。这个大骗子，你别以为戴着帽子人就人认不出你来了，蒙着衣服也不行，全世界人都认得你，你跑什么跑啊？熊样！老板，还营业吗？苏子航，回来。这你都认得出来？完事了，谢谢啊。我们店现在打五折，12.7。我没钱。没钱剪什么头啊？那要不你给我接回去吧。我不会，先欠着吧。哥们儿，我说实话啊，你这个理发水平真不错。不错吗？嗯。不只会炫技吗？不是你的评语吗？本来想这个选手冯刚是志在必得呀，你现在看来啊，他可是碰见强劲的对手了。如果单纯的比评技巧的话，那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哎，怎么你这是要走了吗？哎呀，别提了，这店开在这儿本来就不赚钱，现在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本来就是想拿个冠军，用奖金扩大一下营业面积，现在全泡汤了，关了算了。对不起啊。没啥对不起的，技不如人。哎，不代表我一辈子都不如人啊。我如不如？如。没想到，在我最落魄的时候，竟然是他帮了我。一个因为我而失去了冠军的人。你知道你们医院我们蓝领集团资助了多少钱吗？我知道之前苏先生对我们医院帮助很大，但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希望你能理解，也希望尽快能凑到钱。啥呢？说你呢？哎，同志你好，你们这儿还招人吗？哦，太好了，我招你啊。为什么？你不是那个苏子航吗？嗯，你认识我？他妈废话，全工地人都认识你。哎，我告诉你个事儿啊，就我们工地开挖掘机那大师傅啊，是你粉丝。他呢，一听说你不会开挖掘机，他妈当场就疯了，天天家磨刀呢。我告诉你，准备一见上就把你拆了。我不招你是为你好。哎哎，等会儿跟你说啊，我这有点事儿。家偷东西来了！我只是刚巧路过，看到你们家还挺乱的，想帮你收拾收拾。滚！得嘞，把东西放下再滚。滚我可以，但是东西我是不能放下。我呸！俩人打一个，呸！呸！呸！
哎呀，这要饭的这口水味太大了。你考核不错啊，我不是跟你吹，在我们那村儿，我吐吐嘛，就没有人能吐得过我。哼。这么说，你理发店真不打算干了？对啊。真回老家去啊？嗯，对啊。哎，不是，我准备去你母校好好进修一下。我母校？对啊，就是那个。 美容美发哪家强，山东济南找蓝翔，就是那个吗？其实我没在蓝翔上过学，我那些成绩都是花钱买的。你买不买跟我没啥关系，我就是想好好进修一下，哎，争取下一届蓝领之王大赛的时候拿一冠军。真羡慕你，有理想有抱负，不像我。 现在全世界都骂我，我家也被抢了，我爸还成了植物人。哎，我要是你啊，我就回蓝翔。回蓝翔干啥？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啊！回去之后先好好学技术，等到下一届蓝领之王大赛的时候，把失去的脸面全都给赢回来。万一要是能拿一冠军呢？你不就给钱给你爸看病了吗？对呀。哎呦。 我咋没想起来呢？就应该这样吧。我也应该回到蓝翔，把我失去的都赢回来。对。但是我没有钱交学费呀。啊？哦。大夫，真的决定出院了？是啊，没钱我也住不起了。 那就推出去吧，回家要注意护理啊！我已经跟上面打过招呼了，这副担架呀就送给你们了。大夫，谢谢你。不客气，你得让你朋友抓紧过来。你们这样子太像是一闹了。他开车过来堵着了吧？ 舒服吗？嗯，还有更舒服的，想要吗？没事儿，你们继续。你怎么来了？我来需要跟你打招呼。你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你们都来了。肖叔，坐。让你们盯着那个苏子航，你们怎么盯的？他都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了，还有什么可盯的？对呀。 更何况他还有个半死的爹，他现在正带着他那半死的爹在去蓝翔的路上。什么？他去蓝翔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学技术呗。熊叔，你放心，给他一辈子他都休想赢我。带劲，说话给我客气点。熊叔，您来找我们就这事儿吗？就这事儿。那没什么事儿，熊叔，我就先走了，一会儿还要练状态呢。 熊叔，那我也先走了。
熊叔，蓝翔那边我去一趟。现在不是时候，等我消息。女人啊，有的是。跟你说多少遍了，为什么不放我进去？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今年的报名已经过去了，你们明年再来吧啊！哎呀，不是，您这人怎么就这么不变通呢？我们这一路骑着呢，那突突突一路突突过来的，您就让我们插个班呗。我跟你说，要你一个人过来，我还真就让你进去了，你偏偏带个他。我怎么了？请你说清楚。你怎么了？你打着蓝翔的旗号在外招摇撞骗这么多年，你怎么了？这是谁呀？这是一大清早起来不消停，吵吵什么吵吵？谁呀？死了人了？这是上学校门口报丧来了？哎呦，我看看，还真有个死人呢。哎，死老头，你说什么呢？哎、你信不信我抽你啊？哎呀，子豪，咱俩干嘛的呀、啊？别那么大火气，小伙子。哟呵，看着眼熟啊，这是苏子豪。哦，哈哈哈拿了好几个蓝领之王冠中冠，科科拿第一，啊，是不是？嗯嗯嗯。有闲工夫上学校来感谢你贿赂那几个老师来了吧？啊！我告诉你，都开除了，校长一个都没留。我还告诉你，那波学生都复读了一年，都因为你，这儿不欢迎你，哪儿凉快哪儿歇着去。大爷，我觉得这儿挺凉快的呀。我说你，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哎，校长来了，校长来了。哎，校长来了哈！这乱七八糟干什么呢？那个苏子航带着他爸爸来了。这团人好看呀，先进去。好，好，好。你爸这样多久了？从我被揭穿一直到现在。那个同学，你想学什么？美容美发。哦。到办公室报到吧。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找个大夫给你爸看看。校长，我能照顾好我父亲。我来这的目的是……我知道你为什么来，不过我们这儿不欢迎你。我知道学校不欢迎我，我也知道我给学校丢人了。所以，我恳请您能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挽回学校的颜面。学校颜面你挽回不了，哦，也不用你挽回，你赶紧走吧。校长，我求求你，我伤了我爸的心，所以我必须得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向他证明，他的儿子不是个骗子。那你想学什么呀？汽修、厨艺，还有挖掘机。这么多项目，你一个人学得了吗？不管学不学得了，我都得学。我给你三个月，如果你各项成绩在班级里能拿到前三名，那我就允许你留在学校；如果你要是达不到标的话，那我就滚出蓝翔。来吧，进来。那边人。
起身。不是大爷，你还喝这种啊？来的路上放过屁没有啊？你放俩。我没有。没有。没问你们俩。问你爹呢？他好像有。那就行了。这什么意思啊？没听说过呀。死人放屁有火儿。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个班集体，我回座去。所长，有事儿啊？他交给你了。卢老师好，苏子航。校长，你是想让我这个班变成史诗级的最差班集体？你是个善于挑战的人。那卢老师，以后就多麻烦你教我。找个地方坐下。啊。你好。好，我们继续上课。老规矩啊，按照顺序说出来这些部件的名称。这一列先来，这个叫内气圈，漂亮，坐。苏子航，苏子航，站起来。这个是油泵壳体，他说的对不对？对。这不写着油泵壳体吗？这是油泵壳体，这是小齿轮啊，看到了吗？坐下。好，我们接着上课啊。校长，要放弃吗？绝不。哎，校长，反悔了？不是，没有，我就是想，我希望您能帮我找一个挖掘机老师。又学汽修，又学厨艺，还想学挖掘机，你觉得你能行吗？行不行我都得学，因为就是那个戴进用这三项技能羞辱了我，这个仇我必须得报。怎么样，校长？我考虑考虑。我不喜欢重复，向来只说一遍。假如有人理解能力不够或者吃不了苦，我劝你们现在就出去。做饭讲究的是专注 ，OK？ 报道。新来的。往后站。哦。这节课你看着就行了啊，把锅向上。邱大夫，也就是说您现在可以确诊他无法在厨艺班继续上课了，对吧？没错。他这是非常罕见的油盐过敏，相当严重。太好了，赵大夫，改天请您吃饭。哎，这么巧啊，大爷。哥，站住！啊，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味儿这么大啊？这是给姓苏那小子他爸的。啊？哎呦！我弟子航，他爸，我谢谢你大爷。你大爷？哦，不是，我大爷，我大爷。
小子，嗯，我刚才瞅着你是愁眉苦脸的啊。哎，我觉得喝没什么意思，就出来了。喝？你这话倒有点意思。怎么着？觉得我们这学校没人能教你是吗？不是，不过也，反正有点。大爷，你。你大爷！别捡了，看书呢。太神了吧，完全没感觉到。你可好了，遇到了个高人，真羡慕你。哎呀，谁让你有油盐过敏症呢？他肯定不能教你，要我我肯定也不教，万一要给你教死了，还得坐牢。多亏呀！哎呀，你就别给我泼冷水了，你赶紧给我想办法呀！想什么办法呀？你俩一公一母，你泡的吧。哎，我是来这学习的，怎么泡啊？你泡不泡？我又不会泡，你泡的事我教不了你，你别问我。哎，对了，你是一吸油烟就过敏啊？那你就别吸呗。干嘛呀？抢劫呢？于老师，我是真的想学厨艺。你什么时候见过一个厨师戴着防毒面具做菜的？小学就占了。碰瓷儿啊！哎呀，咱俩比划比划呗。没空。哎，不是，大爷，咱俩就比划比划。嘿，我说你这孩子闲的蛋疼啊！大爷，我蛋不疼，咱俩比划比划。我管你蛋疼不疼呢？不是，大爷，我蛋真不疼，咱俩就比划比划呗。我告诉你，你差得远呢。不是，那怎么着才能离得近点啊？真打算追得近点啊？啊。把地给我扫干净了。啊？不是大爷，你这大晚上扫什么地呀？再说，我跟您要比划这个，爱走不走？不是，我就不走，咋的？我就不走。哟呵，还扫着呢。哎，大爷，你看我扫的怎么样？不怎么样。啊？谁让你扫这边了？我让扫那边。啊？哦，等等。气要稳，手随心，无妄无我即是真。听明白没有啊？啊，明白了，明白了。啊，不是，没明白，没明白。没明白，慢慢琢磨吧。干嘛呀，李老师？求求你帮帮我，教我厨艺吧。因为如果你不教我的话，我就学不会。我爸就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行啊，我教你。真的吗，李老师？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说。
游过去。一言为定。这货里边有监控，别跟我耍小聪明。你等着，吕老师，我现在就跳啊！你记住你说的啊！我真跳了，吕老师，我可真跳了啊！回头见。哟，吕老师，这么晚还不下班啊？校长，我来投诉。啊？又是因为卢老师？不是他，是苏子航。苏子航？他违反了校规，我请求校长立即开除他。有这么严重吗？他违反哪条校规了？哎呦，吕老师，你这么捉弄学生可不太合适吧？总之我就是讨厌他，我不想教他，更不想看见他。哎呀，吕老师，你讨厌他的原因，其中有你师妹的关系吧？你师妹啊，她喜欢物质生活，那无可厚非。再者说了，她跟苏子航。那已经是过去式了吧，校长。苏子航他破坏了咱学校的名声，你为什么那么帮他呀？哎呀，这个你想知道吗？苏子航。于老师，真有过来了，真那么想学厨艺吗？我真那么想学厨艺，死都不怕，死都不怕。那我给你一个机会，假如你自学完成松仁玉米，我就教你；如果学不会的话，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哎呀！哎呦我去！你怎么用嘴啃呢？你这苞米太硬了，这几年的苞米啊！我就说我做的味道为什么会那么失败，总有一股羊腰子味儿，难道就是因为你啃的？你可拉倒吧！你做那玩意儿谁吃啊？太恶心了，太埋汰了，影响我现在整个人的心情。哎呀！那一起，一起，一起。哎，你牙口比我好。刘老师，决斗啊！我要是赢了，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那你直接问吧，我怕你下辈子都没这机会。哼，我可是有备而来。我靠！说错了，我算不是你媳妇吧？这话怎么说的呀？你这造型，简直就是双眼老大爷呀！你怎么这么多新招？行了，逼得我使出第二把剪来了，有两下子。什么问题？说吧。
您能收我为徒吗？这他妈也是问题啊！除了以上我所说的几点以外，一道油泼豆腐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它的油温，少一分则过嫩，多一分就会过老。所以，想要成功的做好，只需要记住两个步骤：第一，高速的刀工；第二，恰到好处的油温。你们都记住了吗？苏子航，试一次。校长，校长，校长，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你真的准备好了？真的准备好了。我很多年没有教人开挖掘机了，你是第一个。这是咱俩之间的秘密，明白吗？明白了。然后，现在我教你认清所有的开关。啊？为什么要教你？不对，门在那边。老师，穿这么多你不热吗？不热呀。你找我来到底什么事儿？事。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走你的吧。站住！我第一次我说。那个，我什么玩意儿？这是第一次这么浪漫，整烂糟的。没毛病啊，这。校长好。您坐。哎，我不坐。苏子航怎么样了？苏子航最近表现得挺好，在我的教导下，那厨艺跟技艺都是有了一个天翻覆地的变化。哦，那挺好，那挺好。哎呀，挺好的。校长，您找我这是有事儿，请指示。啊，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哎呀，不过呀，你以后啊，别老去找那个吕老师。啊，这影响多不好。不是学校就是现在对教职工谈恋爱这块管的还挺严吗？这严倒是不严，可是这不是你说你们俩这不太合适啊。不合适是不合适，我始终就是认为吕老师这样优秀的女教员就得找一个成熟的稳重的校长。你胡说什么呢你？我女儿都快赶上他大了。明白，但我又什么都不明白。什么明白不明白？哎，校长，您放心，吕老师这事儿彻底翻篇了。但是您女儿什么时候回国呀？滚！校长，就慢走。我师傅真是个奇人。你师傅？对呀，扫地扫得好，剪头发剪得也好，
还会中医。哎呦我去，这么快就改口了？那是啊，来了不就是为了学技术吗？那碰到这么好的师傅，必须得拜啊！太好了，参天，我太为你高兴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从此都走上正轨了。对啊，这我爸要是能醒来看见的话，那死都瞑目了。不错呀，有两下子，那还不是您教导有方吗？跟我这耍贫嘴啊！哎，校长，那我现在算不算是蓝翔的一份子啊？子恒啊，老师是了解你的，以你现在的实力，要想赢得比赛，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卢老师，我不怕。因为有您，我相信只要有您在，这些个问题它都不是问题。你要是这么说的话，老师必须教你点真东西。眼前这些零件是什么零件啊？根据我的分析和判断，应该是辆摩托车。它就是摩托车零件。你信不信老师能用这些零件组装出来一台汽车？胡老师，你开什么玩笑啊？你看我像开玩笑吗？靠边。
卢老师，不应该是汽车吗？用心去看，变。现在去退学，他们能退你一半学费的。啊！长蒙师傅教诲，请受徒儿一拜。行了行了，这两把剪子送你留作纪念了。啊！师傅，我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哎，十万个为什么，说吧。您到底是谁呀？真想知道啊！哦，真想知道。等出了续集，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啊，还有续集？开始。亲爱的，比之前又快了一秒。比我快的人估计还没出生呢。喂，好的，马上过来。熊叔要见我们。没想到这小子还真能坚持下来，看来他是铁了心的要报复。熊叔，我还是那句话，想找我比试，我随时奉陪。你只是蓝领而已，真把自己当神了？是不是神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还是小心为好啊！我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熊叔，不用研究了，直接赛场见就行。戴进，我告诉你，再敢这么跟熊叔说话，我就用剪子把你扯了。好了，冯刚，都是自己人，团结为好。你要是不愿意在这研究呢？你就先走，但是穆唐纯他得留下。好，熊叔，你们聊，我先走。阿进，熊叔，他这个人就这样，您别生他气啊。我不能生他气，他有一身好技术。又在苏子航身边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狗，很正常。你现在厨艺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如果胜过穆唐纯的话，还是有很大难度。我看了一下今年的赛程，由往年的单人赛制改成了团队协作，也就是说，你可以找个人来配合你。就我这水平。谁愿意帮我呀？我可以帮你啊！我答应帮你是因为
去年摩托锤拿了冠军，又不是因为你。穆桑纯他最擅长花样菜，所以我决定教你一道花样名菜——蟹粉狮子头。什么头？你学不学？学学学。选择这道菜呢，其实是因为它几乎是不用油的。真的假的？但是这道菜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怎样来捏这个丸子。以你现在的水平，你肯定捏不了，所以只能我来帮你。好，开始吧。请进。帅哥，哎，怎么是你？好久不见啊，校长。你来干什么？熊叔让我来探望一下您老人家，他说他很怀念你们年轻时候的日子。他已经是蓝领集团的董事长了，还会记得这些啊？哟，校长，你怎么能这么说熊叔呢？好歹他也是您的兄弟呀。那个，这个我可不敢当。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就请出吧。我当然有事儿了，熊叔让我来告诉您个好消息。他要收购这所学校，价钱您定。哦，原来如此啊。好吧，你回去告诉那个阿雄，无价。校长，别那么固执啊。您看，您女儿在国外读书也需要用钱，而且她一个人在外面。也没有人照顾，多危险啊！你什么意思？校长，校长，校，三天，你怎么来了？我想问你个问题。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呢，你是不是想学挖掘机？上一次的蓝领阵亡大赛，我没能拿冠军，是因为我技术不行，还是你在中间暗箱操作了？啊？回答我。我明白了，一直都是你在捣鬼，对不对？你说谁是冠军，谁就是冠军，对不对？我怎么努力，我都拿不了冠军，对不对？你这个混蛋，自私的人，你为什么一早不告诉我啊？我还来什么蓝翔？我还拜什么师？所有人都唾弃你，啊，都骂你，就我不嫌弃你。有人冲你吐口水，我帮你一起吐的。你没钱交学费，我帮你交。你爸爸不省人事，我帮你照顾他。你他妈去拿我当傻子，走！从今以后，你我不再是朋友，你好自为之吧。你说你怎么就没有把我妈洗了呢？你
干嘛呀？你是宋子航啊？是啊。你被开除了，赶紧带你爸离开学校。有病吧你？我干什么就被开除了？你干嘛？你干嘛没关系，既然就是带你走。哎，走，别碰我，走走，别碰我爸，我的孩子，快点来，别碰我爸，别碰我爸，放开我，说的好好的，哎，为什么要动手？闭嘴，别动嘴。卢老师，卢老师，松手！你们几个干什么呢？瞎吗？保安看不出来吗？我怎么没见过你们几个？瞎呀，刚来的。刀刀刀！啊！我操，有暗器。说我瞎也就算了，敢说我女神？信不信我学生分分钟把你们拆了？这老师，您消消气，消消气，消消。开除苏子航是学校的意思，我们是工作，你们配合配合。开除？你们凭什么开除他？对啊，凭什么开除我？这我们就不知道了，是校长的意思。校长？哎，校长，你为什么要开除苏子航？是你，师姐，好久不见啊。校长呢？你把他怎么了？我就是校长啊。我没工夫听你瞎扯。校长，校长，告诉你吧，他已经把学校卖给蓝领集团了。现在，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什么？女神，你没事吧？哎，我还想着要去救你呢。怎么样啊？校长，他把学校卖给蓝领集团了。怎么可能？校长？对不起啊，他们是，用我女儿威胁了我，所以我才把学校卖给了他们。这肯定是熊小松的主意。他怎么能那么卑鄙呢？子航，我虽然把学校卖给了他们，但是我提出了条件，只要你能拿到蓝领冠中冠，他们就会把学校还给咱们。但是前提是，我不能再教你挖掘机的技术。听明白了吗？否则协议就会取消啊。可是校长，这挖掘机最关键的诀窍我还没学会呢。那就一切只能靠你自己了。校长，您放心吧，我肯定会竭尽所能去帮助他。子航，子航，过来。老苏怎么样了？没事儿，那几个保安没怎么伤到他。怎么了，卢老师？还行，味儿不是太大。这个是我这几年钻研汽修知识的秘籍，授予你，好好品味。一定对我的女神好点。卢老师，你是不是误会了？于老师只是陪我参加比赛而已，你还不知道吧？他曾经发过重誓，除非遇到一个能让他托付终身的男人，不然他永远不会离开蓝翔。那这么说，我掏上了？那你看，胡闹！谁让你跟那老东西签协议的？琼叔，你别骂他了，这都我主意。又他妈是你！你以为你天下第一无人能敌吗？至少苏子航敌不过我。峰哥，你快放开阿季，我求求你！我闭嘴！我忍你很久了，熊叔叔，你他妈别插嘴！给我把手放开！熊叔，对不起，我知道错了，但是我跟他签的协议里面有一条，就是他不能再教苏子航任何的挖掘技巧，否则协议就会作废。据我们所知，苏子航的挖掘技术才是出
际水平啊！好了，放开他吧。你们呢，就是太年轻了，做事情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万无一失。还能来参加比赛，熊叔啊，这不是随便玩玩吗？你爹还没死呢，你都没死，我爹怎么敢死呢？淘气。蓝领之王比赛的决赛现场，我们蓝领之王比赛可谓常年占据热搜第一。当然，今年最引人瞩目的是去年那个赝品苏子航，他又回来了。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是能击败带进选手夺得蓝领之王呢，还是像去年一样一败涂地？好，下面请选手到后场去准备，比赛现在正式开始。用我帮你擦吗？不用。最近上哪去了？别想了，专心比赛吧。罗森天是个好人，他肯定会原谅你的。哎，你弄脏了。我去下洗手间。亲爱的，我去个洗手间。嗯。我想求你帮我个忙。一会儿美食大赛，我不想看见我师姐出现在赛场上。你就那么爱那小子？这跟爱不爱没关系。我师姐的厨艺在我跟戴静之上，我不想集团受到半点威胁。集团会不会受到威胁我不在乎，但你不想见到的女人，我就让她永远消失。我不值得你为我这样。值。你们看见了吗？上届的美食冠军穆唐纯和上届的冠中冠得主戴进要为大家联手打造的是一道烫干丝。没错，正是这道烫干丝。这道菜呀，我觉得不管从做工啊、摆盘啊，还有这个口感上面，都能体现出这个厨师的细腻。这次他们双剑合璧是志在必得呀。但是苏子航这边，
战斗。下面有请李一小姐端上菜品，由评委品尝。相信评委们尝过菜之后已经有了自己的选择，那么我们下面就请评委打分。下面我宣布获胜者是苏子恒选手。比赛还没开始，我们两位对决的选手冯刚跟王三天就按耐不住的开始过招了。观众朋友们，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子豪，你去哪了？刚才冯刚想要暗算我，还好王三天把我给救了。你没事吧？没事。一年不见，冯刚的记忆又精进了。感觉王三天的内力精进了很多呀。不过从二位选手的体魄来看，似乎还是冯刚更胜一筹。难道这是失传已久的双剑无影手？无需多讲，胜负已定，获胜的选手就是王三天。对不起，熊叔。去去去，换衣服去。观众朋友们，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现在蓝领之王大赛已经产生了两位单项冠军。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汽修比赛的决赛现场，对决的两位选手，一位是上届的赝品，本次的黑马苏子恒先生，而另一位则是我们蓝领之冠中冠的卫冕冠军戴晋选手。戴晋选手，你有信心战胜苏子恒吗？戴晋选手没有回应我。来，我现在宣布比赛规则。比赛规则非常简单，大家看到场上有许多的零件散落在地上，那么谁先用这些零件拼凑成一辆完整的汽车，谁将获得冠军。现在选手们各就各位，比赛马上开始。戴晋选手气势汹汹啊！戴晋选手已经顺利的找到了四个轮胎，看来是胜利在望了。全场只有一辆半的零件，轮胎也只有六个，他的战术十分的有效。苏子恒选手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时间到，有请评审们打分。首先是戴晋选手，看来胜负已定。下面我宣布，冠军就是。慢，我还没有展示呢。可是苏子豪选手，场上的零件只够拼凑一辆汽车，我就可以组装出第二辆车。摩托车就不算车吗？不，汽车才是真的车。苏子航这是投机取巧，戴晋才是胜者。您确定吗？但这手艺可谓巧夺天工啊。规则就是规则，戴晋获胜。下面我宣布蓝领之王大赛汽修比赛的冠军得主是戴晋选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蓝领之王的比赛现场。今天晚上是蓝领之王决赛的最后一场，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挖掘机比赛。挖掘机比赛对决两位选手，一位是苏子恒选手，一位是戴晋选手。苏子恒和戴晋是一对死对头，如果苏子恒能赢得比赛，那么他将赢回蓝翔的护股权；如果戴晋选手赢得比赛，那么他将卫冕蓝领冠军。现在比赛马上开始，马上开始。
苏子航选手，你准备好了吗？好了。戴军选手，你瞧吧。好，下面我来宣布比赛规则。本次比赛的规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届，大家看到场地中间只有一个气球，两位选手将驾驶挖掘机穿过各种障碍来到这个气球面前，谁先插破这个气球，谁就是蓝领之冠军棍。现在比赛马上开始。跟上来了，跟上来了，戴季选手跟上来了，戴季选手，我距离很短，到底谁先能扎破气球呢？你看这苏子航，这一年不但学会了挖掘机技术，而且还学得这么好。但戴进选手，你不觉得这一年他的挖掘机技术又精进了吗？对对对，是这样。其实叫我说呀，你别管是苏子航还是戴进，他两个水平我看着就是不分伯仲。对，其实别管他俩谁拿冠军，这场比赛一定很精彩。对，对吧？有道理。哎。什么情况？这是苏子航的挖掘机好像停了，我看是发动机故障。那要这么看，这次的冠军又是戴进了。苏子航扎破了气球，我必须问他怎么想的。戴军选手，你到底怎么想的？你不要冠军，出了什么事儿？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来了，蓝领之王挖掘机比赛的冠军，也就是蓝领冠中冠终于产生了。但是在宣布之前，我想先采访一下戴进选手，你刚才为什么要那么做？我不要这冠军。你不要？当苏子航的挖掘机停止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又是一场黑幕。黑幕？就是这个男人，他利用了，他利用我揭开苏子航的底。我以为苏子航走了以后，蓝领比赛就会公平公正地办下去，我就可以凭实力获得冠军。可是我没想到，如今蓝领之王的比赛黑幕更深。你们今天看到的所有比赛，都是他一手操办的，连评委都是他威逼利诱收买的。你们所有人，包括我在内，都我求你了，能不能放过他？熊叔让我办的事，我必须去。你就不会自己考虑啊？我的命都是熊叔给的。怎么着，还想再比划比划？信不信我现在弄死你？那就试试吧。如今苏子航的实力在我之上，这冠军我不要。戴进选手，苏子航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说这种话？家都被你吵得底儿朝天了，哪还有钱收买别人呢？老苏，你醒了。
凭我对阿雄的了解，他绝对不会放过我们。没错，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准备。首先，他会兵分几路，分头行动。他的第二步是从我们身边的人下手，挑拨离间。再接着，他大概会对蓝翔下手。如果真到了这一步，我们就先顺着他，让他们以为自己成功了。也没有人照顾，多危险啊！你什么意思？完了完了完了，现在全完了。没想到不仅仅是我们家和我爸被害，现在连整个蓝翔也……你先别着急，我们帮你想想办法。吕老师，我现在到了学挖掘机最关键的时候，没有了校长的指导，我答应过我爸，我一定不能让他失望。可是我现在怎么办呀？儿子，我教你。爸，熊叔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我就不告诉你了。爸，我这一辈子有三件称得上后悔的事。第一，那人走得早，我过度骄纵子航，犯下大错。第二，往上爬的时候落下了弟兄，丢失了我曾认为是最宝贵的东西。第三，就是创办了这个蓝领之王的比赛，当时我年少气盛，认为蓝领界就应该分个高下，比个好坏。但是现在看来，错得太离谱了。我看着我儿子子航从蓝翔学校回来以后改变的样子，我才更加明白了蓝领的意义是什么。今天我代我父亲宣布一件事儿，蓝领之王比赛从今天停止。校长，蓝翔学校我还给您。哎呀，子航啊，你是最棒的，没辜负我对你的期望。校长，您不看看吗？啊，不用，没什么用，没看我这忙着呢。怎么了，校长？您这是要去参加宴会吗？来来，我帮您。哎呦，吕老师，这可不行，这可使不得啊。我必须得自己亲手来。请进。子航，刘老师，刘老师，岳父，哎，该走了。好，我来，我来。哎，大姐您好，采访一下，您知道谁是苏子航吗？哎，两位媒体，麻烦问一下你们，你们知道谁是苏子航吗？哎，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吧，我们当然知道了，他就是吴亦凡、鹿晗、李易峰的合体，他就是蓝领界最出名的小鲜肉。不止这些，他还是三届蓝领之王的冠军，精通汽修、挖掘机还有厨艺呢。
还是蓝领集团大少爷未来接班人呢，简直就是蓝领界的王思聪。真的，如果他要给我生孩子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你还想要给他生孩子？要生也得我给他生，他不喜欢整过容的女人。整过容怎么了？至少我整得自然，不像你胸隆的像篮球一样。最讨厌隆胸的女人了。我给她生，我给她生。再这样把你鼻子给你拧歪了。你再让我把你胸戳破。你坐树里边吧，杨老师绕两圈啊，对，你只能那么绕两圈，我觉得啊，你绕两圈，我在里边吧。哦，明白了。OK。这人就是双肩吗？待会儿坐打扰你人了。